拒绝不到打压，拒绝不到打压，还我工作尊严，还我工作尊严，我要法定待遇，我要法定待遇，下一步站出来，下一步。我们在五一劳动节前夕召开记者这个记者会，就是要来呈现在我们劳动领域里面有一群爹不疼娘不爱的工作者，那就是我们失效的老师和职员。请徐理事长。好，谢谢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在启动那个团体协商过程当中呢，学校用尽各种手段来对待工会的会员，比方说呢，他们呢要求职员的部分都必须签订一份不合理的行政人员约定要项，其中的内容呢，充满了不合我们时代潮流的一些条文，比方说呢，只要你没有再收到聘书呢，就必须马上辞职，然后呢，校方也要求说，老师呢都必须签署一份呢不得加入本会的声明，再来呢，他们也要求说，学校老师呢签署一份退会声明，这为什么我们会说是校方要求的呢？因为所有的声明书呢都是同一份格式，都是由呢他们学校主任要求各位老师签的，然后呢同时间寄来，然后大成三公呢他们为了打压本会的干部，在本会干部所属的教室办公室内外呢都装设监视器，并且呢大成三公也不让本会的会员呢依照他的课表进教室上课，充分的显示说他们学校漠视学生的受教权利。这样今天呢，我们的政府机关如果不再处理这间学校呢，以后所有的资方如果都用同样的方式来打压工会，则台湾所有的工会发展呢，我看全部通通都会毁灭。谢谢。那我曾经用几个面向来说台湾的劳动人权不彰的这个情形，其中有两个，一个是雇主知法犯法，有没有发生？都发生了，刚刚所说的案件都是雇主知法犯法，对不对？然后呢，政府怎么样？无能漠视。教育部就在隔壁了啊，就在隔壁。我想这些案件累积起来的话，我看应该是时候到教育部走一趟了。那当然，也应该要求劳动部既然都已经升格为劳动部了，应该要对这些案件能够有更坚决的一些处置，否则的话，我想失效老师的这样的权益会继续的沉沦，那我们整个教育体系也会继续的沉沦。私立学校打压，为了牟利打压，的案例非常多。我们台北海洋技术学院这个有些老师他在教育部以及公保机关那边所这个登记的是用专任教师聘任，可是呢，私底下对这些专任老师却说他们是专案教师，结果是专案教师所上的课要比专任教师多50%，还要额外处理一些行政的工作，而薪资反而少10000到15000。去年其中有两位还被学校恶意的解聘，在工会奔波陈情以及立委的关怀、教育部的压力之下，终于在去年年底回聘。他们是8月的时候被解聘，都要拖了半年才回聘，可是到现在为止，从去年8月到今年2月的薪资，校方都不愿意给付，一直不肯这个给予这个补偿。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呢？其实台北海洋技术学院的教师会这3年来已经去函给教育部200多封。我有一次晚上要帮他们营1小时都还印不完，可是教育部的总是用函来来去去，从来没有警觉到说这个是国家纲纪不彰说要下来调查，从来没有这样子过，难怪我们的教育品质这样的出现问题，国家这样子乱。我觉得教育部要硬起来，负起你监督依宪法监督的这种责任。我们要求教育部要正视并且要严对的面对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必须要
保障私校教师参加工会的基本权利，第二个是要维护私校专业的尊严，不可以让私立学校以招生不利，必须要配合评鉴做一些本来在教学上无关的事物，甚至于呢，像刚刚所提到的非正常的教学化的事情。第三点，必须要强化对私校的公共监督。我们希望尽快立法院能够修订增订公益监察人的条文，来健全私校办学落实教育公共化。第四点是，目前的私校的教职员不适用教师法，也不适用劳基法，他们现在是孤儿，所以我们呼吁教育部能够重视私校职员的工作权。第五点是目前正在立法的教师待遇条例，以现在行政院版的教师待遇条例来看，对于私立学校老师的薪资保障几乎只有一半。为什么说这一半呢？它只有保障了本薪的部分，学术研究金跟其他奖金的部分，他都可以请学校跟老师协商，或者是视学校自行的财务来决定。以我背后这个表来看，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一个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他的薪资是减半的。如果连考绩或者是年终奖金都没有的时候，是连一半都没有。所以在明天立法院法制及教育委员会要审查教师待遇条例，我们在这里呼吁法院的朝党朝野的党团呢，正视失效的困境，能够其一公私立学校的基本待遇，因为公私立学校的老师对我们国家的教育的付出是一致的。